台北城市青少棒四强，新北单挑三日队。先来看看这个三年前的滚地球，将打者刺杀出局。日本来台湾参加台北国际城市青少棒比赛，实力越来越强。去年冠军大阪，季军名古屋，前年的冠军丰田三队闯进前四强。台湾只剩下连续两届小马世界青少棒冠军桃园新民一队晋级。新民昨天由小马主战投手李成真应战，最快球速136公里，带领新民以12-2击败长安晋级四强。连续两年拿下 LLB 世界青少棒冬冠军的台中中山国中，则是以3-4不敌日本丰田，无缘晋级前四强。新民今天将迎战丰田，必须赢球才能跟名古屋和大阪的胜队争取冠军。戴森温馨提示：戴森 J Focus 喷射控流技术，快速均匀温暖全房。